威廉王子为了宣扬环保理念，在伦敦一辆快餐车上为顾客端出环保汉堡。威廉王厨端出汉堡时，一边说立刻为您送上，让现场顾客们又惊又喜。威廉王子创立了地球奋斗奖，鼓励大家为环境问题寻找解方，而环保汉堡就是获奖作品。汉堡里头的原料是一家印度公司在温室里种植出来的，烹调过程强调减少空气污染，包装材质也不含塑胶原料。